switch.尊敬的用主席、各位主席、各位侨领、各位全媒朋友，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华联委那个今天最有意义的个发布会，因为中华关系对我们华侨华人来说都非常重要。今年一月份我在北京开北京建设会议，接受大公报采访的时候都很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加中两个方面的领导能够用运用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打比方说，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官方和本官方来访就很少了。另外呢，因为慢慢这期间会影响中国公民对我们加拿大的想法，如果再拖越久的时候呢，会影响留学的加拿大加拿大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大概有190,000留学生，是留学主流。我们不希望发展到沙特阿拉伯前去年的情况，要把学生撤走。但是如果事情弄得不好，我们不会排除中国会限制留学生到加拿大留学，中国会限制旅游方面不允许或者限制中国公民来加拿大旅游。这方面对文章的影响很大，因为现在留学生在这边消费挺高的，还有他们来这边买房子、投资、开公司。我们发现根据统计数字，中国去投资的加拿大去年开始就大幅减少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越快解决越好。刚才陈律师都说过，我们加中这个关系是很有历史的。其他朋友啊，胡先生啊，这个A主席都说了这个。我还记得2016年9月份，当时陈律师A先生，我们当中有很多位在摩托门迪克，我们总理都跟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一个午宴跟晚宴都发表了演说。当时他们两个总理都说，我们加中贸易方面未来十年，看明天月，未来十年希望翻番。我们加中旅游文化方面要加快加深的处理。现在已经过几年了，因为我们不希望因为孟晚舟的事件影响我们加中的关系，因为我们加拿大有历史方面跟中国关系蛮要好的。刚才陈律师其他人说过，加拿大是最早承认中国新中国政权的西方国家最早的对我们西方人做，而且我们把侨胞在中国人民生活中地位挺高的。那么所以我们希望今年是大选年，四月底我们大选，我们期望运用我们选票去影响政府。我们告诉我们所属地区的各位议员 MP 们朋友们，我们想法，我们期望问题就会解决，期望加中友好能够继续下去。所以今年是关键一年，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影响，通过我们投票去告诉我们议员，告诉我们国家的总理，运用智慧去解决问题，能越快解决越好。另外呢，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当到华人旅游总会跟其他民间的机构能够组织多的文化旅游交流团。刚才朱会长说了，可能将来我们安省的团能去中国访问或者之类的还有很多这个音乐的很多不同的团。我们通过民间的力量，因为通过官方的力量我们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不官方人，但是我们民间，我们通过文化交流旅游去增加两方面的交流，要通过我们华人力量，因为我们加拿大华人有100多万的华人，是有个力量转变，只有我们团结，我们一起来表达我们的声誉，我们祝愿我们这个加中友好继续下去，谢谢。
也挺那个。